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好，下面给大家当场看图腾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我是生在1948年，生肖老鼠，总共这图纸已经化疗4次了，还没有好，请卢台长给我指教。这个老婆婆，你是说我没听清楚，你前面说什么？什么肚子了啊？肚子里面有生肉。啊，肉瘤。啊，肉瘤，对。啊，几年呢？刚刚一年。不是，你现在叫我看的这个人是几年属什么的？属什么的？我出生在1948年。1948年。啊。属什么？属老鼠。男的女的？男的。哦，是你自己的。啊，我自己。在靠近小腹部这个地方，这个肉瘤不是太大。对。那个老婆婆，现在这个肉瘤呢，其实对你其他的地方影响不大，最主要呢是让你呢肚子有一点点感觉不舒服，还有就是小便多。对。现在呢，这个肉瘤呢，我觉得你还是有办法能够解决掉的。对。跟你过去有一段时间杀生有关系，就是你肯定啊卖过鱼啊，或者你钓鱼啊，或者有过啊吃了很多活的海鲜呐、啊。对。对。我觉得你这个病问题不大，因为我现在看你阳寿还有。所以你现在还暂时死不了。对。好吧。那么你现在呢要放生，大概要放5000条鱼。5000条。哎，好吧。好。然后你自己念小房子要念230张。230张。哎，他已经帮你记录了，好吗？还有你要注意你的肾脏也不好，你的腰。我看到你的腰曾经有过扭伤的。腰啊，腰，哎，对不对啦？对，左面扭伤，鼓掌。你们不鼓掌，我看不动了。好吧，那个其他没什么大问题，你脾气要改，脾气啊要改。对。你脾气太倔了，脾气不好。对。啊，对谁都很凶啊。对。你一定要改掉脾气，好不好啊？好。好吧，其他没什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好。可能卢台长。我告诉你们，他刚刚留我看过了，不是恶性的，所以他紧张的来以为是恶性的，天天觉都睡不好。我看他那个图腾不停的在跳，讲吧。感恩那时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那时大悲卢军红台长。我是1946年的狗，问身体健康，身体有灵性，流产的孩子走了没有？几年呢？1946年狗。啊，妈妈，你流产的孩子已经走掉了。啊，对了，梦到了。看见了吧？看见了吗？那老妈妈，你现在呢？注意的，脚的关节不好。关节不好啊，对，有手腕关节。对，你听我讲下去。一个是脚的关节，一个是手。手是什么呢？手是你的右面啊，右面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哦。一根筋啊牵连住，影响到你的左面，就是这根筋牵住的。
我因为啊，师父，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在你去槟城法会的时候，我去拜师嘛，我去跌倒了啊，23天会跑路啊，会跑路，师父拜师了，驾车了回来呀、啊，就会跑路了，也不要懂得了啊，很欢喜啊，这个手表嘛，这么一天好多天了，我一天在坐坐来念经啊，是吧？你听听我的功课可以吗？49遍心经是自己的大悲咒，全部是自己的，只是那这个。准提神不是，姐姐说21遍、嗯，你说可以吗？我现在念经的质量还好吗？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我念了总共500多张呀，我念给孙子啊，什么东西？很好，还有我家的佛台好不好？佛台挺好，靠近你家的佛台靠窗户这里。啊，对对对。哎，很好的。你家的佛台有菩萨来过，观世音菩萨来过，香会卷起来的。是了，也有莲花。看见了吗？啊。还有，我想问一个亡人。啊。2003年去世的，他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叫张有福，张有没有的福，福气的福，幸福的福啊。啊，有福气的有、啊，张有福，姓工厂张是吧？姓啊。工厂张。是是是啊，几年过世的？2003。张有，有福，是一个男的。男的。是吧？啊，对。我看到了，大概是你先生吧。对对，我先生。啊，眉毛比较浓。对对对。啊，嘴巴蛮大的。嘴巴不很大。啊啊。我告诉你 啊，他已经在天上了。哎呦。他走的时候头发有点偏白了。啊，有白发，现在已经在天上了。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他是真的被你念上去的。是啊。他刚刚告诉我说，他有一天晚上到你梦里来过。哎呦，有。鼓掌。刚刚有来。我的师父也有梦见了，我今天带两个我师父渡道的人了、啊，我带他来这边、所以法喜充满，想到我了，今天。你放心好了，你放心好了，你要想再看到他，我都能叫他再过来看你的。哎呦，不要了，哎呀，明白了，谢谢台长了哦。每天看鬼也不大好。是了。不过他现在已经应该是仙了。我还要念多少张房子？你现在我看看啊，你是帮他还是帮自己啊？帮自己也要帮他，也要他念叨一点、你帮自己是吧？啊。嗯。你帮自己呢，再念68章。68章。你帮他呢，我估计我看一下，56章。56章。嗯，他现在很好。你的先生啊，活着的时候也很喜欢讲笑话。是啊，他是。手很勤快。善人走得最快。家里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做的。谢谢台长。好。感恩观世音菩萨。让他家里人讲还是他自己讲啊？你让他们弄，你让哎让人家专业。救苦救难，卢台长，这个医生我的老公，我知道，哪不知道怎样中了风，变成这几天哦，头歪一边，一直要倒下来哟、他几年属什么的？他属马的。几年呢？1942年。啊，你这个老公脾气倔得不得了，很好强的，脾气很不好的。对呀、听得懂吗？他如果现在要改变，好好的你帮他念经啊，改变他还能好起来。但是如果他还是这么倔，不念经的话，我告诉你，他不单单是这个腰和这个腿不好，他的脑血管还会爆裂，听得懂吗？他主要是我看他脑子这个血管里面有爆出来血了，所以他才这个样子的。他这两天眼花也不能开的。对，我告诉你，他在这个大中风之前，他曾经有过手脚发麻不能动。有啊，
还有他有啊，吃素十多年了。什么？他有吃素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什么？吃素。啊，他吃素吃了十五六年啊。嗯。你怎么不说他杀生杀了这么多年呢？啊，老妈妈，他开过饭馆吗？没有。他做过什么沙业？在海边或者做过什么沙业啊？大慈大悲卢台长。大慈大悲台长。卢台长。我是他的儿子。你是他儿子啊？那在原地里杀生动物无数，太多了，太多太多了。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地里面的松鼠、老鼠、猴子，你看杀猴子、老鼠，我的妈呀！蛇，还有蛇，还有蛇，哎，我告诉你，这个报应很大的。他现在几岁？你告诉我啊。73岁。73是吧？我告诉你，他的命阳寿还有，阳寿还有，他活到79岁，没问题。79岁之后呢，他阳寿不足了。现在呢，你要帮他要好好的念经，而且要放生。然后呢，自己要加强锻炼，还要吃丹参片。我告诉你，如果他，你们听我，全家帮他，你儿子这么老实，全家帮他的话，台长可以让他在一年半当中，基本上可以站起来，好不好？他，我告诉你，他后来做人做得很好，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杀业太重太重了，明白了吗？明白。哎，老妈妈，还有一点就是，你呢整天在边上讲他呀，呱呱呱呱呱呱，他很烦的，你听得懂吗？哦。现在他不讲话了，就剩你一个人讲了，你讲呀。以后少讲啊。我不能够医治他。你当然不能医治他了。你姓什么？卢台长，我是姓陈的。啊，那就陈台长才能救他了，要卢台长才能救他，听得懂不啦？你当然救不了他了。我是属鸡的，我进来脚也没有力哦，两脚。两脚。95年。啊，你左脚更差，左脚没有力。右脚也是没有力。啊，我告诉你，主要是左脚引起的，而且你的脚科也不好。啊，老妈妈，你的右脚的脚背啊，长了个很大的鸡眼，有没有啊？一个很大的鸡眼，明白吗？我没有。就是在那个脚的这个边上。脚的旁边。啊，有没有啊？有。啊，好啦，都看得见。老妈妈过去还有便秘。有啊。有啊，有啊。我告诉你，我看得清清楚楚。老妈妈，你好好对你先生好一点，他过去也是为你做很多事情，明白了吗？明白。哎，他对你不错的，现在他这个样，你们全家要帮他念经，好不好啊？没事的，他刚刚来的时候，啊，整天在家里也有念经。念小房子呀，好吗？你念小房子，他大概要，他要像他这种毛病要560张小房子。他的手脚都能动，多少张？560张。560张。啊，啊！现在我告诉你，你看他两个脚都不能动，我可以马上叫他右脚动，啊，右脚就能叫他动。你等等啊，你等等啊。明白。啊，你看看啊，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刘元兴。啊，刘元兴。啊，刘元兴。你把那个右脚可以动一点的啊！右脚可以动吗？啊，动。看见了吗？大家看见了吗？啊！我跟你讲，我一年半，我叫他站起来走路，你相信不相信？你叫你儿子帮你一起好好念。老妈妈，我告诉你，在家里就是你跟他两个人呐、啊，两个人的业障很重。所以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很老实啊，看见你们两个都怕的，你们两个整天压住他，明白了吗？从现在开始对孩子好一点，这个孩子很好的，这孩子投胎投到人间来，会还你们家很多债的，而且他以后还能赚到钱，明白了吗？你看他鼓掌了，看见了吗？
不要紧张，很快就会好了。只要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过去的杀生，这个蛇呀，这种猴子都不能碰的，这种东西你一碰绝对出大事。刘台长，大慈大悲，我有九个孩子，现在好。你叫我九个孩子都帮你看是吧？两个人回家，其他全部没有回家。没有回家，老妈妈记住，这些都是业障。你等你等你先生身体好了之后，你好好的念下去，一个个孩子都会好起来的。老妈妈，你相信台长吧？好，你相信台长就要有信心，把所有的孩子全部念回家。我可以告诉你，离婚的都能念好，癌症也能念好，什么病都能念好，又要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的，听得懂吗？好了，嗯。谢谢关心，谢谢台长。这张是一位同学，吉隆坡同学让给我。好，让给你了。他的先生过世了，叫黄汉良，姓黄，汉朝的韩，汉朝的汉，善良的良。2013年。黄是三横王还是黄颜色的黄？黄河的黄。黄河的黄，黄汉。汉朝的汉，善良的良。男的是吧？对，他说要多少张小房子，还有他现在在哪一个道？他很好，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嗯，我告诉你，我看见他了，脸圆圆的，他的父亲脸圆圆的。我告诉你，人蛮好的，不坏，身上很干净，基本上没做什么坏事这辈子。但是呢，唯一的不好就是发脾气，脾气大得不得了。好了，谢谢台长，谢谢台长，谢谢这位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我要问1970年属狗女的，叫林婉红，大展宏图的红。她还活着还走了？还活着。活着不要报名字的。活着只要讲生肖和出生年就可以了。好吧，你讲啊，几几年属什么？1970年属狗的。女的是吧？对。想看什么告诉我。她身上的身体怎样，要练什么经，有没有灵性？有，她的妇科一直不好。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到晚上就会把门关起来，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不愿意跟人家讲话。他照片带来。对不对啊？晚上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因为我看见晚上有人有鬼找他，你知道吗？你们家里应该有声音，你听不见啊？他这个是他跟我不住在一起。那我问你啊，这个房子是你的还是你家里的？一个门口有个铁门的，一个铁门，就是镂空的铁门，门进去，进去的左面，进去的右面是一个卫生间，就是一个像厨房一样的卫生间。它的客厅呢是在正面靠偏左的那边。这是你的房子还是你女儿的房子啊？不是，这个问这个是我的妹妹。是你妹妹，那就是你的妹妹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啊？进门之后到底往左面一点一个客厅。左边有个客厅。到底。到底。开门进去到底。一个客厅。是你的还是你妹妹的房子啊？我这么多。房子不大，进去走道不大。一个沙发。颜色有一点偏深的，不是淡颜色的沙发。我没有沙发，我被家才有沙发。那好了，那就是我刚刚看的就是你妹妹的家里。我看到了，好像还有一个小的吊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小地毯。我都看见了。房子不是太大。对。好啦。现在是末期的肠癌转去骨头嘞。我看看啊，几年属什么？1970年属狗，靠近好像肛门是末期的。他还有8个月的命。只是这样啊，求菩萨救他嘞。救他们，你要帮他念经的呀。他自己会念，他就会念小王子。会吗？有。看看能不能救他，我
看看。哦，有点扩散，它扩散到骨头，只不过是尾椎骨。对对对对。啊，鼓掌。他要练什么经比较好？小房子呀，六百张。六百张哈。啊，你给他放一万五千条鱼。一万五千条鱼。菩萨会给他延寿。他本来已经放一万多条，还要再放多少条？还要放一万五千条。啊，一万五千条。他，我告诉你，他暂时还走不掉。啊，他会好起来，请菩萨，请台长救救他。你要叫他忏悔。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啊，可能是他过去的男朋友，他把人就是他结婚之前的有一个男朋友。他好像没有男朋友以前。过去啊。过去啊。我跟你说了，你去问他，他就知道了。啊。这个男的可能为他很爱他，最后这个男的可能。不知道为他死掉，也不是自然死了，现在就来找他。个子不高的。这个男的，你告诉他，这里有两块肉的。出来的那个男的，现在在他身上。每天晚上来看他。他睡不着很久了。很久了，你问他看见做梦没有？做梦过这个人。他整天做噩梦的。看见了不啦？拉下去。好了。菩萨救他，这样他会好起来吗？看你要念经啊，念得好不好了？你把那个男的赶快超度掉。哦。要叫他念经，把这个男的先超度掉。哦。超度掉之后，他能看见他。他要看，我会让那个男的到梦中给他看到的。哦。你明白吗？哦。好吗？哦。你这个妹妹是吧？啊、是你妹妹是吧？妹妹。你妹妹比你长得好看。你不要吃醋啊，不要不开心啊。我不会吃醋。他就比你好看嘛。啊、好看是好看。好看嘛就好看了，有什么关系的？还有现在人家命都没了，你还有命啊，对不对啊？对啊。你好好念经啊。还有什么？我那个1968年属猴的，女的。女的。啊。属猴的是吧？啊，嗯，好了，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了。啊，都有灵性。好吧。好。女的是吧？对。脾气很倔，不听大人话的。嗯、啊。听得懂吗？哦。有一点点小的自闭，不大愿意理别人，啊、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啊，不理别人。嗯、啊。对不对啦？我自己呀、啊。啊，就你呀、啊。啊，就你自己啊！啊，你有一点点自闭症哦，你当心哦。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有没有身体健康吗？等等啊！啊，你有打过胎，掉过孩子？有。啊，鼓掌！嗯，啊，你要把它念掉。哦。有两个。一个而已。你说一个，还有一个，啊、两个。嗯、啊。明白了吗？你现在听台长的话，两个全部把它念掉。要多少张小王子？一个念32张，一个念21张。32张，21张，我可以叫两个都到梦里来看你的。哦。好吧，你这个人挺好的，但是你这个脑子啊，嗯、傻傻的。你这个人不转弯的。哎，我的身体健康好吗？身体健康，我再看一下，腰不好。腰不好啊。啊，还有肠胃。肠胃啊！啊，你这个右腹部经常吃饱了就痛，哦，明白了吗？啊，关节也不好。关节不好。啊，你主要的问题是你们家族里面有人心脏不好，所以你的晚年心脏会不好。哦。嗯，你现在胸闷不闷啦？经常胸闷气急。现在不是以前哈，现在我已经有练。以前有过了。啊。啊，现在念经了是不是啦？啊。哎、嗯，那好了吗？ Okay.连请问我这个要放，我就是练小王子一个21张，你放3000条鱼。3000条鱼就可以了。好吗？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几岁啊？我帮你看看你阳寿多少了、啊。我是68年的猴。几岁啊？68年的猴子。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七啊。
十七。他随便说的。十七十八。啊，广州八宝，感恩菩萨保佑我们。他，你呢？晚年啊，就是身体不好，但是寿很长。我不能告诉你多少岁，我可以告诉你很长，超过七。哦，感恩菩萨。OK， 感恩卢台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希望卢台长帮我看看我的儿子，86年属猴的。86年属猴。不是属虎。他眼睛看不见了。生肖随便变，年龄随便改。属虎的。属虎的。医生说他老萎缩，眼睛看不见了。还有，其实他原来看得见的，是后来看不见的。对，不是生出来就看不见的。不是。我告诉你，你这个儿子到人间来吃苦的，吃到一定的苦之后，他会走人的，会早走的。我的气场明显的感觉，好像他今天应该在这个附近，在这里。在这里他来了没来啊？没有来。没来啊？没来。那他的气场。他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情绪。我告诉你，其实他两个眼睛啊，一个眼睛是完全瞎的，看不见了，还有一个眼睛还能看到一点点光。他最近一直擦他的眼睛哦。看见了吧？我告诉你，一只眼睛能看见。看他的眼睛。现在你们好好念经修心，我可以帮他一个眼睛看见。一个眼睛可以看见，好吧像这种眼睛看见太多了你放心好了，好吧老妈妈，我告诉你，你太厉害了，你非常厉害，你在家里太厉害了，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怕你，你太厉害了，你太凶了，老妈妈，你听得懂吗？以后要改毛病啊，不能这么凶啊，明白了吗？那你这个儿子现在几岁啊？你告诉我。86年，29岁。你叫他在33岁的时候特别当心，33过了就可以了。他33岁之前，台长可以让他一个眼睛看见的。你现在这样有两种方法：第一，给他放生要8000条鱼。8000条。然后呢，你每天给他念小房子要2张。好吧，然后跟他许个愿，如果他眼睛看见了，叫他到处去告诉别人，叫人家念经，一定，好不好？你这个儿子，我告诉你很老实，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都很乖、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对，人家来还你的债的。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小房子一共要念700张。700张。妈妈，你记住了，这个儿子有救的。好吧，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婚姻麻烦一点。他婚姻比较麻烦。他如果不想找朋友，你就不要让他去找。他晚上一到10点多11点，他就不能够睡觉这样很辛苦，这样。一个像大的鲨鱼一样的东西，一个像大鲨鱼一样的东西，老冲撞他的身体，所以。他，我告诉你，他很害怕，他经常会突然之间，就这样，明白了吗？对，你跟我老实一点了。赶快念掉。我不知道他前世杀过鲨鱼，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这条鲨鱼盯住他？这条鲨鱼嘴巴不张的，但是呢，牙齿在里边不张的，就用嘴巴冲击他。他现在不能够吃东西耶。看见了吗？我跟你说啊，我告诉你，他不是吃东西啊，撞他。撞得他肠胃都不好啊。Okay, 明白了吗？好，明白。还有卢台长，我已经放了5000条鱼给他，现在在另外还要再放多少条？我刚刚讲过没有啊？8000。 OK， 好，谢谢。你儿子的房间里啊，你叫他换一个灯光，那个灯光要warm 的，你们大家都记住啊，如果在家里全部都是那种白炽光的话，会倒霉的。
要放那种 warm 的，就是那种红之光的，或者是白的红的，要红的要遮过白的，否则家里会倒霉的。那个属阴的，那个叫阴气，红之光像这种红光的，它属于阳气，你明白了吗？好像黄色的灯，黄的光。好吧。OK 好。老妈妈，老妈没事的，你儿子的灯是白之光，家里很白啊，怪怪的那种气场，好吧？还有床边上有一幅画，也不知道放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叫他拿掉。你儿子的床边上有吗？啊，在靠近那边有一个，对，那边有一个，有一幅像啊、哦，哎，一幅像，赶快拿掉。这幅像有鬼上去的，每天晚上上去的。OK， 好好好，好吧。谢谢台长。好好好好好，没事的啊、哦。你们看看人间多苦啊！你们平时不接触的，你们不知道的。台长整天接触他们这些人，所以就是很苦啊，所以真的要救他们了，他们要有希望的。你看年纪这么轻，你们都看见了吗？啊，好，你是他太太是吧？啊，台长是，我是他太太。啊，你现在告诉我吧。嗯。他属什么几几年的？他1983年属虎的，哎，对不起，属猪的。怎么今天都？随便变生肖的，哎，因为我属虎的。嗯、啊，你属虎就是他属虎啊？我记错了，紧张。几几年属什么？我先生啊。哎。1983年属猪。他是就脑缺氧，就脑科说他是脑缺氧。对。我看他有喝酒。嗯，他对酒精敏感。那他喝什么东西特别多啊？喝什么？我看他放嘴巴里不停地在喝东西。Vitagen 那个。他是喝一样东，他是喝一样东西喝坏掉的。喝一样东西。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看他嘴巴里不停地在喝。嗯。他过去脾气很大。对。脾气非常大。脾气不好。而且。脾气不好。我还看见他好像学过一点推，好像武打一样的这种东西，好像练身体的这种，有没有啊？这个我不确定。你不确定是吧？嗯。我看到他，他现在主要呢，三个地方出毛病了，脑缺氧之后影响了他的颈椎，所以他的脖子这里颈椎不能动，还有他的腰椎。这里不能动，你明白吗？可以。嗯，他问题不大。你要叫他许愿，实际上他脑子很清楚。嗯。我现在讲话他都听得到。对，他听得到。我有感应的。他听得到。哎，他知道，他应该知道台长能救他的。你现在告诉我，他虽然不能讲话，你现在叫他做个动作或者点点头或者，台长能救你，你相信不相信？你看得到台长的光吗？头动一动，拼命的动一动。你不要动他。他有微微的点。你看得到是吧？你相信台长能救你吗？你现在感觉到，如果你感觉到你身上全部热了，头这里、脑部这里在热了，你就眨眨眼睛，告诉大家，热不热？台长，他的左手有要举起来。啊，看见吧？他太太知道，他的左手想提起来。我告诉你，像他这个报应很重。跟他的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跟他自己造的口业，他讲话讲错太多了。他的小时候有一次到庙里去，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他笑菩萨，也不知道在庙里开玩笑，护法神把他记下来。他小时候不确定，不过他有个兴趣，就是他会常去钓鱼了。什么？
他会常去钓鱼。钓鱼。啊，对。好了，好了。嗯。我跟你们讲了，一个人一定要懂道理，一个不要犯口业，不要去乱讲话，一个呢不要去杀生，这都是学佛人很应该注重的。像他现在就是现报，现世报，啊，他现在几岁啊？我看看他，我看他还能好不好？他比较慢，他现在心中你要让他完全相信，你现在帮他念不念啊？还没开始，我开始念了，可是还不是很熟。刚刚念一两个月，刚刚念一个星期。哎呦，太慢了，明白了吗？好好改吧，你好好帮他念，以后他会每天会有进步的，好吧？我不敢保证，他至少两年多才会一点点会恢复很快的知觉，手能动的，这都没问题的。叫他吃丹参片。丹参片、好吧，活血的化瘀的肯定好的，你放心好了。好吧，其他没什么了。你这个家里的业障很重，他的业障很重。好了，台长，谢谢。台长，我想问一下，我需要跟他念些什么经？大悲咒、心经、礼佛5遍。好吧、okay. 大悲咒27遍，心经念29遍，礼佛5遍。好了、谢谢。好吧，大家看到了吗？啊，你钓鱼啊，你把鱼的嘴巴这么张着，它上当了，把你钓上来了。你看它现在就是报应，所以不能钓鱼的，钓鱼很麻烦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我想请问一下，1978年属马的男性，那个事业。78年。属马。男的。啊，对。过去有过一点事业，现在不行了。啊，还好啊。还好，你来问我干嘛？还好了，小生意。啊，对。跟人家过去有过合作。啊，对。后来自己想自己做了。啊，对。看得很清楚的，明白了吗？明白。没什么大问题，这个人呐、现在脑子有点问题，很害怕。哦。他有一点恐惧症。啊。明白了吗？啊，是。有点恐惧症啊，害怕，做生意害怕。做什么事情都害怕，害怕吃亏，害怕被人家骗，害怕钱啊投资的拉不回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啦。他这样子，他需要念什么经呢？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人会增加自己的能力、信心。念心经的人会开智慧，什么事情办法都想得出来，好吧？他有身上有灵性吗？看见一个年纪大的老伯伯，他的父亲还在不在啊？他的父亲还在。啊。我的家婆不在了。家婆不在啊，但是是个男的。哦。啊，他爷爷小时候领过他吗？不怎么亲，没有什么在一起。啊，但是领过他的。你问他做梦做到过他爷爷没有？死掉的。这个就不大。他小时候。小时候有过一个男的，肯定领过他的，给他念小房子86章，86章，好吧？哦 ，OK， 好的，好的。你要看看晚上，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给你看的，真的。OK， 不用急，不用急，谢谢台长啊。你吓死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广恩卢台长。我本人1971年孝猪，我想问我的下腹还有我的胃部。几年呢、属什么？1971年孝猪。看到了，你这个人挺好的。你的小腹部，我告诉你，第一子宫肌瘤，子宫已经切除了，在半年前。看见了吗？
你现在我告诉你，小肚子这里肠子有粘连，医生讲过没有？没有。粘在一起，你有感觉吃下去东西不消化，这几天有痛，对，堵在那里，听得懂吗？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小腹部痛是痛点是在左面，偏左当中偏左，我左面在那边，右边比较痛，然后我的放射的我看是左面，你要当心，右面也有一点点。嗯，然后我的下体那个多巴林丝线那里，医生说要做手术，卢台长帮我看一下。看到一个灵性。看到一个灵性。嗯，跟你长得很像。你有没有姐姐啊？过世的，妈妈流产过的。嗯。你妈妈一定流产的，讲都不要讲。没，我不知道。跟你长得很像的。我不知道。我问你一个事情你就知道了。你晚上睡觉，经常会害怕。而且你房间的房顶上会听到声音，他经常躲在你的睡房的房顶上走路。嗯，有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只是偶尔有时有在外面有人叫我。没有人的，有人叫你，对不对啊？半夜睡到三四点有人叫我。看见了吧？这比墙上还要危险呢，直接下来叫他了。你怎么这么傻的啦？每天叫的话，你不要叫死掉的，要吓死了。只有一次我有应他。你不能应的。应过一次我很害怕。你知道你应过一次就是帮鬼打架，跟鬼讲话，不能应的。这样我要怎么办？我需要念什么经？你把它超度走吧。超度也不多。38张小房子，好吗？好。嗯，这样我需要念什么经？你，他现在告诉我说你不信，啊，他叫你相信。他现在跟我说，他有一次把你被子掀开，你自己有一次好像盖上了，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被子怎么没盖，有没有这么个事情？想一想。我不知道，可是你讲我不信，我是有半信半疑。可是我有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你自己一定要相信，你如果自己都不相信，别人怎么叫你相信呢？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相信。我告诉你啊，其他没什么，你主要是那个妇科这个地方从小就不好。对。像我要放生多少条鱼？2000。2000。嗯，好吗？哦。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这个人傻傻的，谈恋爱比较多，嗯，你老觉得人家都很喜欢你，明白了吗？我想问一个亡人。好，问亡人，问他问吧。嗯，黄家伟。什么黄？黄色的黄。家呢？大赌黄的黄，家里的家，伟大的伟。黄色的黄，家是什么家？家庭的家。伟呢？伟大的伟。男的女的？女的，男的。男的，对不起，是我的弟弟。伟大的伟是吧？嗯。在2009年，对，他死的时候很痛苦。对。嗯，现在不错，你的弟弟是吧？对。我告诉你，你的弟弟是被人家带走的，就是被灵性带走的。嗯。所以现在。他居然还能在天道，我想你们可能在他过世的时候找庙里的法师也给他们超度。庙里的法师超度过？做法师做过没有？有不一样。我念了经文，我有梦见我弟弟。啊，我弟弟很开心。好了。你给他念过小房子不啦？没有。他又不开心了。我只是刚刚念。
我念了经文半年，所以他就不开心了。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我让他更开心。念多少章？你给他多念一点吧，好吧，给他念49章吧，好吧。谢谢台长。啊，好。我看见他弟弟很好，啊，各方面样子都很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金红台长。今天小弟在这里感谢佛祖保佑，因为小弟在5月5号的时候发现肾脏有一个肿瘤，然后去切除了，那肿瘤蛮大的，但是医生说很奇怪，就是没有扩散的迹象。然后之前有梦过观世音菩萨，和在修心灵法门的时候有看过观世音菩萨的救治弟子。首先在这里感谢观世音菩萨和卢金龙台长。请观世音菩萨请卢台长帮我看看我的身体现在的状况。你的肾脏是右面？对。你现在还有两个问题要当心。第一，年纪不大，前列腺肥大，小便多，明白了吗？对，我是81年属鸡的。第二，你的腰因为长期的不好，肾实际上一个东西，医生说蛮大，实际上我看不大，我都能可以把它重新拿回去看的，不是太大，最多这个小指这么一点点。对，不过我的肾脏还是帮我整个割除了，现在。对了，这就是西医，它是这样的，只要你长一个东西，它全部拿掉。你们过去看见过苹果，吃苹果，不是苹果有个地方烂了吗？它挖要挖很大的一块了，听得懂吗？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不过呢，一个肾呢，照样可以工作。还有一个肾呢，现在我看血流量不够，就是工作的很差，所以你老会觉得疲倦，明白吗？不过这个恶性肿瘤，我有点担心，请台长帮我看一下我的阳寿还有没有。你们说他阳寿还有没有啊？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呢？81年属鸡。现在几岁啊？今年34岁。你阳寿还有，你的下一最大的一个关是在64，你一定要当心，好吧？你要好好活的。但是我要警告你几个事情，你别看你长得这个样子，你桃花运蛮高的。对。对，你好好忏悔。对。老有女人，感谢卢金红开讲，还要感谢啊！我要你感谢啊！你好好改毛病了。明白明白。你不要以为啊，人家看上你啊，这是你的前世的缘分。开讲，我要放生多少条鱼和那个小房子？放生3000条鱼，小房子86张，好吗？感谢卢金红开讲。啊，你好好努力啊，以后少碰。谢谢开讲。啊，感谢大家。结婚了没有了？结婚了没有了啦？注册了还没有，就是想问台长，因为我老婆今天有跟我一起来，她也帮我念经啊，放生了。啊，你老婆是不啦？你老婆属什么？我老婆她是属猴，比我大1岁，80年。我看看你们两个配不配？好，你老婆属猴，你属什么？我属鸡。哦，你听你老婆的。你老婆很厉害，啊，你必须听她的，对不对呀？对。她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叫你把钱交出来你就交出来。对。啊，好好努力啊！感谢卢俊宏台长。其实他不让我讲的了，他过去在这个女朋友之前了，他好几个呢。你别看他那个样子啊，哎呦，女朋友至少4个到5个。我都看得出来的，你讲吧。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金龙台长。儿子1992年属猴，在2012年曾经有过忧郁症这样的样子。儿子。儿子。几几年的？
1992。属猴。对。啊，你现在问什么问题吧？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能够治好完全啊？他有一个老太太，可能是你的妈妈还在不在？我们在还在啊，那奶奶外婆她都不讲，那外婆有一个走了吗？奶奶去世了。爷爷去世了。啊，我讲给你听奶奶的样子好吧？头发往后梳的。对。对不对啊？对，眉毛很淡。眼睛不大。对。鼻子蛮大。嗯。好了，就是她，在她女儿子身上。你不把她念掉，你儿子还是忧郁症啊？你要把她念掉。要。明白吗？请问要念多少张小房子？他要67张，好吧，念掉之后他会来的。放生多少条鱼？2800。好吧，你很好，但是你要记住，你这个人气量太小。气量？听得懂吗？你看你边上那个是边上是谁啊？姐姐，你姐姐台上讲对不对啦？气量小啊，什么话都听不得，什么事情都弄不弄，一点点事情马上就挂在心上放不下，气量太小了。你看你姐姐气量就大，像男人。我什么都看得见。我问我儿子好吗？我问我儿子好吗？啊。1990年属马，我就一个儿子。想问什么啦？问他婚姻。我还没结婚。没结婚，谈了第二个了。你这个儿子傻傻的，啊，很容易被人家女人骗的。对。傻傻的嘛，妈妈不傻呀。实在儿子不能谈恋爱的时候，就妈妈冲出去谈了。有你在，你怕什么？你儿子不会吃亏的。你看你姐，你妹妹也在笑你。因为我比较凶啊。啊，你当然比较凶，你很厉害的。啊，你这样吧，你给你儿子赶快每天念7遍心经，好不好？好。好吧。好念心经。好，谢谢老陆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陆军宏台长。想问1952年属龙女。52年属龙的。嗯。嗯，看到了，你说吧。想问什么？想问他的病情。问什么冰淇淋啊？他得了乳癌。得乳癌。几几年呢？52年。属什么？龙。好像动过手术了。啊，对。大家看见了吗？割掉了很多，割掉很多了。啊，对。都看得很清楚了。没有关系的。不伤，没有伤到里边，也应该没有扩散。但是他的精神倒反而有点小问题了，精神啊，压力很大，很痛苦，啊，觉得自己受到好多好多不平的待遇，你明白吗？嗯。你现在想问什么讲吧？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86张。放多少？要放生要多少只鱼？3000条鱼。好吧，还有叫他每天念心经，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开智慧，要开智慧，明白吗？这样有灵性在他的身上吗？有，在家里，房子的要经者是家里的灵性，一进门的左面一个小房间是什么？储藏室还是什么？开门进去左面。房间。房间是吧？嗯。有人住吗？有。有人住啊？谁住啊？嗯，就是我妈妈。你妈妈是吧？是不是边上有个小储藏室啊？小的箱子啊？啊，对。
对不对啊？对啊，这里边有鬼，躲在里边的。是靠近窗口那个。对。明白了吗？给他念十七张小房子，把他请走就可以了。否则你们家里晚上会有声音的，而且他，我看他经常跑到厨房间去弄这个冰箱，所以你们家冰箱老有声音。有没有啦？有。好啦。这样，感恩台长。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看到你很开心。感恩师兄们。哎呦，法喜充满。师父，我想问我的弟媳，我弟弟的老婆。弟媳妇。1990马。想看什么？他身体很差。看到了。老是中抽筋、晕倒。想问。血压不稳，颈椎不好。对对对对对。师父。他要多少小房子啊？身上有灵性吗？他很可怜哦。他家里，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古董啊？就是像一个雕塑一样的，像一个雕塑，一个古代的一个人有吗？或者图片有吗？有没有啊？可能有，我回去找找。你找找看，这个东西身上有灵性，老跑到你的那个弟媳妇身上，你弟媳妇，我告诉你，经常眼睛好像睁不开一样，脑子记性一塌糊涂，记性非常不好。是的，对，师傅，他要小房子要多少张？小房子叫他念。21张一波，连续念四波，好吗？好，师傅。这样老师傅他放生呢？放生。放生放600条鱼。600条。我告诉你，你这个弟媳妇我都看得到，脾气很，平时很节约的，他不舍得花钱的，所以你叫他拿钱出来放生，他可能还比较困难一点。没关系。你叫他买小一点的好吗？师傅，他的背后脊椎骨是不是有问题？有，腰椎间盘突出，靠上面一点地方。好。所以他的腰不能站的时间长，站了时间长他就要坐下来了。好，台长他自己的功课要怎么做？功课是叫他心经念17遍，大悲咒念13遍。礼佛念3遍。台长，谢谢台长，我可以顺便问一下我的。你问吧。对不起啊，我身上有灵性吗？你这个小孩子好玩吗？他很阳光的，这种孩子很阳光的。师傅，1986属虎。我看看有没有灵性啊。小姑娘，你是晚上生的还是白天生的？晚上。啊。晚上的老虎很凶啊，白天的老虎睡觉的，晚上是猛虎下山的，所以晚上的老虎都很厉害的，听得懂吗？听得懂。你没有灵性。小孩子没灵性。谢谢台长。他很光亮，而且你这个老虎颜色是偏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你以后衣服穿得淡一点，可以带点粉红色，很好看。如果去招工啊，人家给你 interview 啊，去见面面试啊，你就穿得淡一点，粉红色一点，肯定成功。好啦。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嗯。我想问问我的儿子，2012年属龙的。就这个是吧？对。2012年。属龙。脑子出毛病了。对。我想问问他的脚，他已经过了3岁，可是他还不会走路。不会走路。对。
我告诉你，他不会走路是因为脑神经的问题，跟他的脚没有太大关系，明白了吗？明白。他现在只有脑髓体完全康复，他的脚才能走路，手都能动。实际上你不是说单单说脚了，他现在的语言，我刚刚看他图腾，他语言都不清楚。嗯，有一些。是吧？对。啊。这孩子你要给他念1300张小房子。1300张。嗯，还要放生很多。请问要放生多少？要放生9000条鱼。9000条。哎。请问需要念什么经吗？念经就是念大悲咒。大悲咒。好吗？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孩子是小鬼灵精。对。虽然脚不会走，但是脑子清楚得不得了，对，什么都会，什么都懂，爸爸妈妈吵架他都知道怎么样劝和，还做表情。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你这个儿子是你求来的，你想生一个儿子，你求啊求啊，最后这个求上来的是谁知道吗？是小鬼啊，逃上来的，是个小鬼啊，明白了吗？明白。所以一定要把它往正路上引，以后可以给你家里带来很多好事。如果你不把它往正路上引，这以后小家伙在你家里给你找不知道多少的麻烦了，明白了吗？明白。你有时候比方说你问他啊，我妈妈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啊，他会说妈妈可以，都很灵的。但是12岁以后就不要再问了，12岁以后灵气就没了。明白吗？明白。所以小时候你们看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要你抱，你就很有福气的，因为小孩子看得到你身上的光的。如果这孩子不要你抱，一抱就说啊哭啊，那这说明这个孩子就是说已经看到你身上不好的东西，你这个事情就不能去做。明白吗？明白。就是你的小鬼，你好好把鬼养好。感恩卢台长，谢谢。所以不要去求啊，养不出儿子，一定要我要个儿子，要个儿子生出来，你看，明白吗？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台长你好。你好。台长，谢谢你那天到我梦里来加持我。嗯。感恩你。台长，我想问我的父亲盲人。什么？我的过世的父亲。啊，王仁叫什么名字啊？苏天颂，苏联的苏、啊、天上的天，送礼物的送。苏天颂。苏，对。什么时候死的？2005。你的父亲啊？对。已经在天上了。我告诉你，你也不要难过啊！我告诉你，蛮好的。你爸爸性格特别温柔，特别善良。我看到他非常善良，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你看，是，看到没有？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没了，还活着的。我告诉你，他完全看得到我们，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见他们。你自己好好的努力吧。知道，台长。啊？台长，我这边上是谁啊？我姐姐。你姐姐啊？对。你妈妈还在不在啊？我妈妈还在，台长，我能不能问我妈妈？不是啊。你现在这个父亲。他告诉台长说，叫你妈妈要放下，你妈妈现在放不下，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妈妈到现在还经常想念他，啊，经常拿着他的东西哭，啊，这样的话他在天上待不久的，不可以的，明白了吗？明白。台长，这样我们是不是还要念小房子给父亲吗？要给他念念，再给他念90张就可以了。90张好。好吗？90张，最后我让他去看看你妈妈就算了。好吧，你妈妈不能这样的，再这样下去的话，她在天上待不住啊，天天叫她名字很不好，明白吗？明白。台长，我能不能问我妈妈，
只能问问有没有灵性了 啊！你刚刚问了一个亡人是吧？对。好，再问一个吧。谢谢台长，我妈是四八年老鼠的。四八年老鼠啊？对。想看什么？她的身体健康。你妈妈的骨质疏松，关节都嘎哒嘎哒会响的。对。你妈妈人挺好，脾气不好。对。你妈妈眼睛也挺大，但是牙齿非常不好，记性很差。对。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肠子有点问题。像我们要大肠有问题，叫你妈妈赶紧吃素。我妈吃素很多年了。已经吃素很多年是吧？但是肠子还有粘连，还有便秘。对。好了，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要多少张才长？小房子叫他经常念，一个星期就多念一点。我们念能吗？他没有念这个。法门的，他是阿弥陀。学其他法门的。对对对。那就教他其他法门好好学下去一样的，好吧？但是呢，这个法门呢就是比较快，啊，其他法门我不知道，反正都是很好。反正所有的法门都是救人的，都是很好。那台长，我们能帮妈妈帮妈妈念吗？你赶快帮他念吧。几多张小房子？65张。你妈妈的。颈椎歪的，腰这个歪的，听得懂吗？赶快了，赶快了。台长，我问你，台长，不好意思，我想问你，我12月能拜你为师吗？这个要看图腾了，你好好念经就能拜，好吧？你好好念经啊，你申请了再说了啊，小姑娘乖乖的。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这么善良，这个世界哪会有争斗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我想问一下啊，2003年的杨，男的。想问什么？脾气很坏，他那个集中力很差。思想不集中。对。记忆力很差。小便多，晚上不好睡。对，他身上有灵性啊，是你打胎的孩子啊。可是我没有打胎。我问你啊，如果你正常的啊生理期没有来，有过吗？很长时间不来，最后来了，就是一个。有吗？好了，就是一个。感恩。讲都不要讲。因为其实正常的生理期没来，已经怀孕了，胚胎已经形成了，但是最后没保住，冲掉了，就是一个孩子，听得懂吗？好了，在你孩子身上，我告诉你，我就看见一个是女的，女孩子，比她小了哈。那当然了。将要多少张小房子？给她念小房子120张。好吧，放生600条，还有这个孩子应该是很好的，他只是灵性在身上，他经常会有一些动作，就是，对，有没有啦？有，你知道为什么吗？鬼在他身上啊，小鬼啊，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你就知道凶，我从来不知道，你就知道凶，你很凶，你听不懂啊？天天凶好了，不要凶啊，凶了没好处的，明白吗？啊，小弟弟啊，台长爷爷讲你妈妈了，你开心了吗？说不开心。开心。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台长叫他说不开心，他不开心，说明你已经在他心目当中已经很讨厌了，你听得懂吗？啊，小弟啊，好好做功课，听台长爷爷的话，
念心经，你会思想集中的，在班级里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好不好啊？好。嗯，你听台长爷爷话，念经可以吗？可以。很多小孩子一念经，功课好得不得了，啊，一想到就能做出来。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在家里做好孩子，好不好啊？好。嗯，好了，没问题的，帮他小房子念，念了之后身上灵性去掉，很快就是没事了，好吧？感恩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我是1997年属牛，我想看我身体状况。97年属牛的是吧？我的脚部之前有伤过，所以我想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复原。还没有。你这个脚扣啊，小弟啊，接的时候啊没接得完全好，后来长的时候有点长歪了，我说对不对啊？对。你现在要靠锻炼，现在要靠锻炼，经常走路磨合，听得懂吗？听得懂。你是个很好的孩子，你这个儿子啊，这是你妈妈是吧？啊，你是他外婆，外婆倒蛮年轻的啊。外婆这辈子就是没钱，老弟啊，外婆这辈子没钱，财运不好，上辈子没好好的布施，所以这辈子没钱，明白了吗？明白。你好好的修。好吧，你是个 handsome boy， 这么好的 handsome boy， 小弟你记住，你经常要记住不能吃活的东西，你吃活的东西，你以后身上会有很多动作出来的。比方说你多吃虾，你走路就会蹦蹦跳跳。啊，你多吃鸡的话，你头就会乱动。真的。台长，我想问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或业障？蛮干净的，你只有在脚上有一些灵性，气场不好，脚，所以你的脚啊要特别当心，脚会发麻，会抽筋，对不对啊？所以台长，我要做我的功课跟小王子要多少张？你的功课呢，你每天念大悲咒17遍，心经27遍，好吧，礼佛念3遍，小房子一直念，每天啊能够念一张最好，念不了一张一个礼拜念3张也可以，好不好？小弟啊，你应该看到过菩萨的，你应该看到过天上很美的地方的，有没有做梦做到看到天上很美的地方？没有试过。没有去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是吧？台长爷爷可以叫你看的，好吧？你要好好修，做好人，好吧？这你叫你外婆管住他，这孩子以后其他都蛮好，就是感情上会出问题。他以后谈恋爱感情上会出问题，好吧？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台长？几年的？97年属牛。白的，你穿白的就很好看。好吧，以后去 interview 去应聘就穿白的衣服，干干净净，小弟好不好啊？我还想问一下我外婆家的佛台。哦，太低了。哎，外婆家的佛台太低了，再垫高一点，把菩萨像垫高一点，好吧？好。其他没什么，还有就是靠近厨房近了一点。哦。哎，对对对。对好，谢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想恳请杜台长帮我看看我的女儿，2005年出生，属鸡的。我看一下，属鸡的。对。那脑子啊对，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自闭症，
然后这两年来我们有帮他放了大概10000条鱼和念了600多张的小房子。好一点点啊，对，情况有好一点点，可是还是会有没那么快。对，明白了吗？对啊，想恳请台长请台师到底王海他功课要如何帮他做，小房子还需要念多少张，和放生还需要放多少条鱼，你每天还要帮他叫魂，这孩子现在魂魄不齐，思想不集中，你跟他讲话他不会听的啊。对啊，沟通还是不行，明白了吗？嗯，谢谢台长。小房子给他念吧，小房子还要念600张，小房子600张、嗯、然后功课方面呢台长？功课方面礼佛最好念5遍好吗？好，小妹妹我帮你治一下啊，小妹妹看着台长爷爷，看台长爷爷 ，Hello， 哎，嗨，嗨，嗨，哎，好，啊，台长爷爷让你看看啊，哎，你看看台长爷爷，看看台长爷爷头上有没有光啊？看台长爷爷，有，啊，看爷爷，台长爷爷头上有没有菩萨？哎，你看看，如果你看见台长爷爷头上有菩萨，你就拜。好吗？你还要帮他放生多一点，可以，明白吗？可以，嗯。只是请像他开始到底还要放多少条鱼？嗯，他大概还有1年半时间就会完全好。你啊，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好吧。你放生大概还要连续帮他放9000条鱼 ，OK， 可以，好吧，可以，没什么问题，不要做坏事啊，可以，你们家里不要做那些杀生的事情就可以了 ，OK， 不会，不会，好吧 ，OK， 这孩子，这孩子身上的灵性基本上都走光了，是晚上过来，白天都不在，晚上来的，所以他每天到晚上就会发病，啊，对对，会比较难控制晚上，看见了不啦？讲得文绉绉的，会难控制，实际上就是发病了，大家明白吧？好了，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嗯嗯，谢谢大家了。第一次到罗佛州来，非常的非常的罗佛州来，非常的法喜，非常的高兴，跟大家结个善缘，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台长很高兴，如果你们以后好好学佛修心，台长经常来，而且我跟你们这里的很多行政长官，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这里来了很多的嘉宾啊，都建立了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以后啊，我会经常来看你们。如果你们真的生了什么病了，你们不要紧张，你们只要好好的念经。台长啊来了，我会一定会帮助你们的，我会帮你们看出很多你们还没有生的病，以后你们赶快的就把它念好了，就没有事了。所以人生谁没有啊很多的病痛，还有感情上的磨难，但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强的意志。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念经，一定要善待别人，一定要慈悲心，这样会越来越好啊。再一次感谢大家啊，今天来看台长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台长很开心，这次第一次来到啊，柔佛州，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法喜，因为你们的气场很好，你们都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都是学佛的菩萨，希望你们好好念经，好好的学佛，一定要好好的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保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当你坐上了一架飞机，飞行员告诉你说很快就要啊坠机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求的，你只有求菩萨保佑。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菩萨放在心中，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救我们的，相信我们的良心是善良的，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明天，你会活得更好。谢谢大家、嗯、很感谢大家，真的有点依依不舍，大家来了这么多的佛友，我很开心，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你们修得好，下次台长再来看你们，好好念经，好好学佛，好好做人，谢谢大家了。嗯
谢谢大家，谢谢嘉宾，谢谢法师，谢谢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学艺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本次法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再次感恩大家。